八年后再合作古仔，雪儿一直有联络。由叶伟星执导，古仔主演嘅新戏《杀破狼贪狼》即将上映，古仔、雪儿同埋陈汉娜一家三口就齐齐现身做宣传啦。古仔就话喺戏里面嘅角色系要拼命救个女嘅，所以就有唔少动作场面啦。佢就笑指以前就见惯洪金宝大哥打啦，大家下就大哥教佢打，即见入行以嚟首次有咁多打戏嘅。而古天乐同埋雪儿继十八年前嘅《爆裂刑警》之后再次合作，唔知佢哋又有乜感觉呢？有冇啊？有啊，心出。咁啊，我哋都有通电话嘅，其实都唔系咯。咁所以我今次拍呢个嗰时，咁啊系里边系我个系佢系我女啦，饰演。咁啊要有一段戏系讲我女细个嘅时候啦，咁啊要有个阿妈啦。咁啊喺泰国拍嗰时，同阿叶慧顺讲下边个做我阿妈好咧，嗰时未定嘅。咁啊，即係咁啱得咁巧，香港啊做緊《創世紀》第二集，咁啊夜晚睇住喂，不如揾阿雪兒啦喎，因為嗰時佢拍亦都拍過《爆裂刑警》啊嘛，同佢同阿葉偉信又熟，咁啊打俾佢，跟住叫阿葉偉信，佢又講下，咁跟住咁啊邀請佢翻嚟幫手。